是我的家乡托卡卡。哇，好神奇啊！真是个美丽的地方。她是我的妈妈，她做的美食是全托卡卡最美味的。是我的朋友美丽和小新，美丽是托卡卡最可爱的精灵，她做出的美食能治疗各种疾病。马宁，马宁，你们千万不要吃小新做的美食，会放臭屁的。老板，这里太神奇了。快把监视器推进。哇！哇！哟呼！哟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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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会跳的豆子我很中意。看来这里就是小外星人的家了，赶紧把影像复制下来，然后启动粒子投影复原技术。是，老板。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到托卡卡呢？小东西想家了，有意思。你过来。你马上去这么办。小家伙，想要回考什么？就是你想不想回家呀？你可以帮我回家。只要你肯帮我做美食，我就保证你天天住那个考什么来着的地方。没问题，我能回家了，太棒了！你过来。老板有什么吩咐？让他把上面的美食全做了，赶在新品试吃会前完成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还不快带他去厨房，立正，向左转。知道了，老板。小家伙，跟我来。又是工作，大半夜还要加班，还没有加班费，我真的很受伤。我们是从魔法森林的树洞来的，要回家的话，我们需要……没错，魔法树，我们需要它，图案自己真棒。
走去哪儿了？鱼仔，兔丸子，鱼仔，别捉迷藏了，快出来吧！艾伦，咋？雅米，你有看到鱼仔吗？哦，鱼仔又不见了。他一定是和兔丸子去公园锻炼了，我待会儿带他一块回来。我也去其他地方看看。嗯。对了，传奇美食城，希望一仔没有被穆老板抓走。美食试吃会的事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安排好了。这次可别再出什么乱子。向穆老板道歉，这次的恶作剧过头了。对不起，下次我一定做一颗不会爆炸的魔法书。魔法书？你在做扣卡卡上的魔法术吗？穆老板让我做美食，说那样就可以回到扣卡卡，但穆老板说的不对，我们应该做一颗巨大的魔法术才能回到扣卡卡。穆老板，我们下次再一起做魔法术吧。一定是穆老板又想骗一仔做美食，真是自作自受。别怕，让你看好，让你看好，什么事都做不好，做不好。一仔，我们回家再想办法吧，我一定会送你回到扣卡卡的。我的试吃会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大人是不对的。穆老板，在您出差的这段时间里，方城市举办了网络美食大赛，我们没有参加，目前的第一名是赖骨头。为什么我们没有参加大赛？因为您在电话里说不需要参加这种活动，小活动。那是因为你没有告诉我，美食女王会亲自颁奖。美食女王亲自颁奖，马上给我一个交代。哦，我觉得外星来的小家伙
或许可以得奖。那你还不快去抓他？是，老板。一仔的体温又升高了，能想到的降温办法都没起作用。兔丸子的情况还好，跟我预料的一样，他在通过休眠的方式依靠自身的免疫系统恢复。其实我们早应该想到地球的环境比一仔家乡差那么多。你说的对，这里的空气对于一仔和兔丸子来说实在太糟糕了，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我现在就带一仔去航天城，那里有空气净化舱。艾伦，休息一下吧，你已经一个晚上没合眼了。雅敏，每隔半小时你用它给兔丸子检查一次，数据会同步到我的手机上的。有情况就打电话给我。嗯。好机会，上。好的。你今天运气真好，我们可以替你照顾他。一仔他，他是我们老板要的。一仔，一仔。回去好吗？啊！哼！啊！亚米，你放心，我今天会用美食征服所有人的。这小家伙怎么看起来没有精神？演技，一定是演技。大赛截止时间就快到了，马上让他工作。好的，老板。老板，别再出错了。是，老板。喂，小家伙，别装了，快点。一仔。我们要参加美食比赛，全都要靠你啦。亚米，放心吧。真是够了，我知道你肯定是故意的。赖骨头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安生气，要把这么危险的工作丢给我一个人。我最讨厌工作了。小失误，小失误，我再试一次。味道真香，看来不是赖骨头伪造的。怎么可能呢？老板又在装幽默了。先吃哪个呢？很有趣，这样活跃的美食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这个味道真的好让人感动。是啊，一点都不烫，简直太好吃了！我这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，好吃的！啊，老板，真的那么好吃吗？我相信一定可以得奖的。不，得奖什么的根本不重要。为什么我会这么难过？为什么这么好的美味总是瞬间即逝？为什么忽然变得多愁善感？为什么？可惜刚才那一段没有录下来。怎么会问题？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觉得好开心啊。你再笑，你再笑，我就开除你。我也不想。我明白了，这些食物可以放大人们的情绪。你们来啦，我正好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巨大的惊喜。真的不用了，你的好意我都心领了，不要再做了。别担心，我可以的，只要变身。哦，等一下，等等，别，不要啊！超级一来。拉一下，有惊喜。哎，就知道他会搞破坏。为什么我们还要一次又一次的把他带回到这里？真好吃，一仔，你果然是最棒的。来了，带他走吧，他好像病得不轻，等你把他治好了再来美食城做客或者打工。我的美食城啊，冠军都泡汤了。来，骨头，我要扣光你的工资。不要啊，我的工资啊。全好了。耶！